完了，怎么办？美女怎么了？闯卡了！你让面包车，面包车闯卡了？对呀，前面那里是吧？对对，哎呀，怎么现在社会还有人闯卡？肯定有问题。这样吧，美女，你打电话通知村里面的人，在村委那里拦着，我抄小路过去。打电话？对，我抄小路追过去啊。往我们村委那个方向去了，你快点叫人去那里拦截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快走！哎，兄弟，干嘛？下车一下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是啊。兄弟，哎，做队长。刚刚是不是你闯卡啊？没有这回事。你干嘛你啊？没事啊。队长，不要推我的车。哎呀，东西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哎呀，兄弟，闯卡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是不是？谁闯卡了？别乱说。人家那个女保安都说了，面包车。你这辆啊？那么多面包车经过，就是我这一辆吗？哎呀，检查一下你车上有没有违禁物品就可以了。你说检查就检查，你让你随便检查的吗？啊，关你什么事？你一个外人，你又不是警察，你有这个权利检查吗？哎呀，那你闯卡干什么？谁闯卡了？有证据吗？要不你稍等一下，那个女保安等一下就上来。滚开！我要赶时间。丢你个老关，丢你个老师！哎呀，肯定有问题。哎呦你了！哎呦，老子撞了！干嘛？快点干！来呀、啊！把他打吧！快点！哎呦！打！哎呦！来呀、啊！哎呦！来呀、啊！打他！打！快点打！你打他！抱住他的大腿！快点！抱住！抱住！来呀、啊！哎！哎！抱住我大腿！哎呀！抱我大腿！哎呦你！哎呀！打啦！哎呀，打快点啦！哎呀，靠！电毛那么厉害，我来上。你上。你在背后来，快！嘿，嘿！哎呀！快点救我！哎呀！电毛，两个一起下，你上啊！你干嘛？你背后你不上，一起，上！哎呀想上他的车去看一下有没有违禁品，他不让我看，他们肯定有问题。看在车上有什么？哎呀，别看了！哎呀，别动我！喂，车上有个人。那是我老婆，我急着送她去医院。你急着送去医院，你要稍等一下啊！干嘛要闯卡？刚才心急呀。喂，怎么晕乎乎的？我老婆头晕。你老婆？是啊。醒醒啊！拍醒他！醒醒！哎呦！老婆，他是你老公吗？我没有老公啊！你是不是那个头发滚了？你认识他们两个吗？怎么不认识？认识他们吗？认识。那是你弟。是啊。不认识，没见过他们。哎呀！你怎么？你是不是想跟送去新人去病医院吗？没有，我都不认识了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们两个？到底什么情况？真的不认识你老公？哎呀，真的不认识他们两个、啊？我没有老公。你回忆一下，他们到底是谁？那你怎么坐在他的车上？对呀、啊，哎呦，我刚才走路上街被人抓的，用纸巾迷住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乱说，你是不是精神病发作了？哎呀，你是精神病发作了？哎呀，还带着。是不是他们两个问你的路，然后把东西堵住你啊？是他问的。哎呀，我说你们两个光天化日，竟敢
强抢民女啊？对呀、啊。没有动作了，我老婆精神病发作了，你不要听他胡说。他精神病，人家看他清醒得很。刚才我讲。我问你，也有精神病？哎呀那个人身安全有没有被他怎么样？没有啊，就晕了是吧？有没有丢失什么东西？没有。老实交代，把人卖到哪里去？你问他，我不知道，我都是跟他混的。哎呦，把人卖到哪里去？是他教唆我的。那你就赶紧，你们两个还推来推去的是吗？是的。他说没钱了，叫我跟他一起干，赚点钱。他说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你们人贩子了。今天栽到我手上的话，不能饶过你们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简直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哎，我收，外国去了。哎呦，外国去啊？跨国买卖啊？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必须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干几单啊？干了几单？都是第一单，第五单，哎呀，五单啊，真的是丧失天良啊，一点点人性都没有。你们把我放了，我桌上有50万给了你们了。50万，你们那都是赃款，像是你们的那种赃款啊，流到铁仓里面去，慢慢的忏悔吧。你不要啊，不要，你抓回去，我们就毁掉了。有手有脚不去打工，竟干这种。这种事丧失天良啊！我们像人老像有小的，那就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，明天你会抓更多的人。现在就知道啊，那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了，我们会改了。做这个事的时候自己不考虑一下，哎呀，真的是。那时候我们头脑发热，啥都不想了，只想搞钱。改得了的话，你还能看过午餐吗？啊，对呀。行了，不用跟他多说了，必须要严惩他们。美女，你去做证人，对，直接抓他们去派出所去。对啊，不要啊，走，妹妹，你妈不是叫你回家吗？你回家吧，我在这玩一会儿就回去。小朋友，你在这里玩呢、啊？嗯。你爸爸妈妈呢？哎呀，看个棒棒糖你吃啊！我带你去棒棒糖来，棒棒糖旅游，好吗？大飞老师，都饭点了，我女儿怎么还没回来呀、啊？你家小雨啊？对啊。哎呀，你家小雨。全校的学生早就放学了，怎么都已经出校门了？还没到家呢。还没到家？对呀、啊。他平常是不是经常跟那个三妹的那个女儿小新一起放学回家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就去三妹家看一下。是，去看一下吧。你帮我找一下吧。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我和姐姐在这里玩。在这里啊？在这里玩呐、啊，跟姐姐在这里啊。放学的时候，他是在这里是吧？嗯。哎呀。人呢？都找了几个钟了。再过那边走一下吧。哦，走吧，快点。哎呀，这么漂亮的小女孩，今天应该卖个好价钱了。等一下，老板就过来了。嘿，老板，哎呀，你怎么抓到一个女的？哎呀，现在很难找啊，难道找不到？女的不值钱的不？你看，那么水灵灵的，水灵灵怎么样？如果是男孩的话，我给100万；女孩的只能值50万的不？给多一点喽，只能50万了，不然的话你把它放掉。哎呀，你知道很难搞啊，现在啊，这个事员呐、啊。你看眼睛有没有打伤？没有，没动过。
里面也会打他？没有，我是没打过吗？怎么可能打小孩？是不是？我都包上错了。如果打伤的话，更不值钱。没事的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看一下，你都不知道我干什么了？不够了你，你我50万，60了，60了，还讲价是不是？哎，50万，50万。上次搞男孩子，知道没有？尽量，尽量。你看看，嗯，对，刚刚好50万，那先交钥匙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那你先走，下次有男孩，我先通知你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应该没事吧，外面？没事没事，我看过了。好，哎呀，这女孩子也可以呀、啊！我外到国外的话，一样一样的卖器官，一样的值$100了。哎呀！小雨，小雨呀、啊，你在哪？小雨，小雨，在哪里啊？小雨，小雨，去哪里了？哎呀，都找了半天了，也找不见那个小雨妈妈。这样吧，现在这样找也不是办法，是不是？我们分头行动，然后发动消息，让这些村民帮忙我们找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去上面吧。那行，那你去那边。我去那边。啊，好，那等着我过那边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在那下面汇合吧。啊，好。三岔路口那里汇合吧。好，小雨。小雨。小雨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啊？没有找到，我爹不见了。那个小雨的妈妈，你那边村全部都找遍了吗？找了，都没有。我刚刚在那边，我也全部找遍了，也没看到。这边村我也找遍了，我也发动村里面的人帮忙找，也发动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些老师全部都出动去找了。这个现在暂时找不见，对啊、你也不要，哎，太往心里去。我也在那个家长群里面发布了信息，我怎么办？我女儿不见了，怎么办了？能去哪里啊？本身跟我女儿两个一起回来了，怎么我女儿到家，你女儿没到家？哎呀，是啊，她。放学的必经之路全部都找遍了，问了那些人，人家也说那时候看见。哎呀，那也有点麻烦哦，估计就是被人家那些人贩子那些拐走了吧。对呀、啊，有贩子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100%的可能了，应该是我也回不来了，要是找到那人贩子要他碎尸万段啊。小雨的妈妈你也不要着急，是吧？现在全部都发动所有的村民帮忙找，所有的老师帮忙找。再说了，现在天也那么多，应该那些人贩子要走的话他也逃不出去的啊。哪里逃不出去？现在好多小孩都人间蒸发了。你不用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再发动更多的人帮忙，我们一起提供那个线索。这样吧，我先报警再说。现在都先报警，超过差不多24小时了，可以立案了。啊，那你快点报警，赶紧报！喂，这能去哪里呀？你好，派出所啊？啊，我是那个星星小学的老师。我们这边丢了一个小孩，放学回家的路上不见了，现在已经找了一天一夜了。5岁，5岁，叫小雨。对，长发的、啊、长头发的。等一下我跟他妈妈一起去到你们那里跟你们说明情况，好吧？你们多注意一下各个路口啊，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带着小孩的小女孩。好，这样吧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好吧，来，走走走吧，走。我小孩一个月都找不见了，哎呀，小孩就是我的期望啊，哎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我不活了。哎哎哎！
哎呀，你干嘛？小雨妈妈，上来，有消息了，赶紧上来！哎呀，有什么消息啊？有消息了，先上来再慢慢说。来，哦，有消息了，你先上来。哎呀，小雨妈妈，你怎么有这个念头啊？我老公现在都讨厌我了，我没法活了，小孩也不见了。刚才我听那警察局的那个公安说，他说捉到了一批人贩子，而且的话解救了几个小孩，现在呢已经在派出所那边了。刚才他还发那个图片过来，你确认一下，应该是你家小雨，来你看一下。是，对。这个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嗯，你看，是吧？哎呦，他怎么打我小孩呀？那个脸都打痛了。哎呀，那些人贩子啊，真的是不得好死啊！现在公安局那边捉到了十几个人贩子，解救了大概有五六个小孩吧。等一下我们过去看一下，是你家小雨的话我们就去认领一下。是，以后啊我们教育孩子啊一定不能听陌生人的那个话，而且不能单独行走啊。作为家长的你们一定不要让小孩脱离你的视线，一定要杜绝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，不然的话那些人贩子会更加的猖狂，一定要把他牢底坐穿。是啊，来我们去确认一下。班长，来去派出所。